游龙迎千禧。游龙迎千禧，此菜为广东吉祥类菜肴。制作这道菜所需的主料是熟龙虾。辅料有什锦果丁、苹果、哈密瓜和沙律酱。现在我们开始来做这道菜，将苹果洗净，嵌上刀花，然后把苹果放入盘中，将熟龙虾壳装入点缀好的盘中，切好的什锦果丁拌入沙律酱，也装入盘中。再将制熟的龙虾肉片放在什锦果丁上，用油纸做一个花嘴，装入沙律酱，在码好的熟龙虾肉上挤成网状，把哈密瓜洗净去皮，打上花刀，切成半圆厚片儿，码在盘中。现在游龙迎千禧这道菜就已经制作完成了。在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，龙虾焯制时水温不宜过高。这道游龙迎千禧菜的特点是色彩艳丽，果香味浓，